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，你们两个都迟到了，所以失去了这次面试机会。对不起呀，刚才楼下电梯满了，我给一个老太太让了位子，所以迟了一分钟。我看电梯满了，怕来不及，所以爬楼梯上来的。你跟我来。切，没希望了，等等，副总裁，撒谎的人配不上行政助理这个职位。上班的，你买个菜凑热闹，出去吧。哎，这，哎，姑娘，你也太不讲道理了。大妈，你别动，我出去。哼，小姑娘，谢谢你啊。我也是迫不得已，请。你这种货色，去当保洁员也不配。现实就是这样，撒谎的人被人喜欢，可老实的活着反被人讨厌。